我即係正話得閒嗰頭就，我正話其實咧 call 各位翻嚟咧，就係我想揾阿曾俊華翻嚟。咁因為佢就係等於議員嘅喺度，咁佢唔翻嚟冇得講啊。嗱，無謂嘥時間。咁我正話咧就講到咧，主席你有冇嗰份？有冇我嗰份文件㗎？即係審計處。梁國雄議員，請你繼續發言。係。嗱，咁我正話講到邊度咧？各位，你聽下啦，唔好話人哋拉布。咁呢個醫療輔助隊行動役隊嘅訓練時數咧，根據審計處嘅統計咧，係一蟹不如一蟹，不能和蟹和蟹。咁咧就越嚟越差。所以我嘅立論點就係咩咧？就係話，既然間我係不能夠喺呢個現行嘅財政撥款條例底下俾多啲錢佢改善服務，或者可能佢有隱衷嘅，可能審計處只係審佢啫，計佢啫，就審計處係唔會包含咧，就係話好似佢嘅管制機構，即係管制呢個醫療輔助隊嘅機構咁咧，係體恤民情，就話點解你搞成咁咧？本應我就想加錢俾佢嘅，但係冇辦法。因為限於個條例，所以我喺度講咧，雖然間冇修訂，我就係呼籲呢一個特區政府咧，喺一個審計處出現咗咁嘅結果之後咧，係應該去睇一睇個成個問題，去睇一睇到底點解一個醫療輔助隊係承擔住一個咁偉大嘅使命。我再讀一次，就係咧喺緊急嘅時候提供必要嘅服務。咁如果你連操都冇操嘅，俾你抬嗰個咪抬死嗱。所以呢點上面咧，主席，我希望審計處嘅報告咧，能夠對呢個醫療輔助隊有一個監察嘅作用。我亦都希望各位覺得小弟喺度發言咧係無的放矢嘅人咧，記住呢個教訓，喺呢個相關嘅事務委員會咧，係向呢佢哋問責，係咧希望咧揾到一個好嘅方法去增加訓練嘅時數，係令到佢哋嘅服務咧係更加進一步係得到改善。咁呢個咧就係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另一個咧就係我就係講咗應該幫助佢哋去。即係俾多啲錢啊，或者幫助人。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審計處發覺咗咧，醫療輔助隊咧係只係對咗14名嘅隊員採取呢個紀律處分啊！你諗下，我正話講嗰啲冚唪唥都係三位數字噶嘛，即係話原本審計處動用公帑、使用公權力去成立一支咁嘅部、一支咁嘅隊伍係為香港人服務，而嗰啲隊員係不達標嘅時候，佢採取嘅懲處係非常之低，即係話冇基本上係冇一成嘅隊員去唔完成嗰60個鐘頭。我講一年啊，一年啊，唔係一個月啊，60個鐘頭嘅訓練都係得少於一成嘅人受到懲處，呢個係不能夠接受嘅。小弟喺呢度講抗議主席10次，就講咗10次出去啦，係咪啊？所以喺呢點上面咧，我覺得呢個醫療輔助隊嘅即係管制人員咧係難辭其咎嘅。喺呢點上面咧，如果我今日係有機會修訂嗰、那個支出咧，我係會減佢哋嘅人工，而咧係增加呢、這、一個嗰啲做呢個服務嘅收入係另外嘅。只可惜就係根據呢個撥款條例，執啲任何家都唔得，即係冇辦法有一個獎懲嘅制度。嗱，主席，我仲要講一樣嘢咧，就係話，當呢、這、一個，當仲要講咧就係當值嘅時候啦，你訓練唔得，當值得唔得咧咁嘅樣？嗱。如果講當值，當然講出勤或者係呢一個就業，即係呢個留任喺度啦。因為我哋用公帑去訓練呢啲醫療輔助隊咧，佢係跟人嘅嗰個資格。我諗你可能唔明，即係話你一有一，你只要一去到醫療輔助隊，
攞咗嗰個訓練嘅合格證書咧，你就跟你一世嘅，唔係好似嗰啲教車師傅咁咧跟公司嘅。我哋公帑使用咧非常之寬鬆，就係話你學咗算啦。嗱，咁就出現咗另外一個情況，就係話攞完證書就走人，唔服務。嗱，呢個問題喺呢個私人市場咧係唔會出現嘅，即係會簽個約咁啊。即係話哦，如果你接受咗本公司嘅服務，接受本公司嘅贊助，你學咗某一個技能係有證書課程嘅某一個 skill 一個技術，唔該你留喺呢間公司嗰度一年或者兩年，否則嘅話咧就會罰你錢。喂，有線電視啊，同我簽張約啊，睇波啊，或者無線最近播世界盃睇波，你都係簽咗。如果你一退咧，所有嘅優惠都攞翻嘅。喂，我哋陳使去使用公帑嘅機構，竟然間到一個咁大嘅漏洞都唔處理，係令到醫療輔助組變咗入某啲人去攞佢嘅技能證書嘅一個機會，無心去服務，無心去根據呢個宗旨向香港人提供呢個緊急事情出現嘅必要服務。不過呢個咧，因為阿梁議員，你發言時間冇得講，下次。